如果架车配备 Comfort Access 功能，每当你进出架车的时候，就可以无需使用遥控车匙上面的按键来控制车门上锁或者解锁。你只需要随身带住遥控车匙，每当靠近车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。在车门已经上锁的时候，将手放在车门手柄内侧，车门就会自动解锁。如果车门没有上锁，按一下车门手柄上这个设有凹凸直纹的系统感应位置，车门就会自动上锁。Comfort Access 功能亦都适用于打开车尾箱尾门，只要你随身带住遥控车匙，靠近车尾位置就可以直接打开已经锁上的尾门。